我回家的接龙保安韦志豪是谭校长的爱将，明星足球队的铁胆，他经常都跟着明星足球队南征北讨。不说不知，其实他有个朵叫做女神收割机，曾经同前友善之花偶尔下女星婉儿拍过拖，又同前港仔冠军李珊珊深宵夜蒲。近日他去到佛山都有美女相伴，原来这位美女是佛山电视台的主播周婉玲，她笑容甜美，身材又好，网民都大赞她两个好衬，连曹永廉都留言说发达啦，有女相伴。